最近要来玩一个新的模式，限定狙击枪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玩的。我手机动啊，这边跟着动，我现在才发现到原来有这样的东西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它里面只有两把狙击枪可以用而已，一把是射速慢的，可是伤害高；一把射速快，伤害比较低。这边我射去敌人家那边会比较远，所以我用这把，因为这把伤害高，不然射残血真的很讨厌。哎呦，舒服！怎么死掉了？哎呦，你看射残血哦。哎，这个又没有射残血，都不懂那个残血是随机的还是什么？哎呦！哎呦！啊，抢敌！哇，两个人在那边，他直接攻到我们家，我们带他们家去了。为什么一直残血？我讨厌哦！OK， 哇，跳射！嚯，哎呀！哎呦，还想攻进我们家不？啊啊 ！OK OK， 我老诶，有一个队友杀一个不了我17次。哇！欸，我死最多次，也是杀最多人的。看一下谁送最后一分。OK， 结束，一送最后一分。这个人完全把狙击枪当作步枪一样冲着打。等一下我也来试试看。哎呦，杀不死啊！啊啊，有步枪啊！啊，你以为？哎呦！啊，我这两个人，嚯，我有步枪！哎呦，结果被人家抢掉。Nope， 根本盲射射不到这样子。找你啊，兄弟！哎呦，那里有人 ！What the what？ 哇，网卡还是某一个闪现被他杀死！哇，步枪！哎呦，又一个步枪！看楼上有一个人射我！啊！哎呦！你以为你躲这边，没有人看到你？喂！你复活时，你复活时间也太久啊，哥！哎 ，OK， 是。这边有两个人。哎！欸，我的队友，我队友直接用也是用炸弹抢掉。欸，赢了，看到吗？专业，不，哎呦，在那里 ？Nope！ 哇，盲射射不到。啊！射到一点 ，biu！ 哎，我没按到刀了，把灯。What the f？ 不知道，我乱玩这些。喂！哇！哇！还想要打我？我等你无敌时间不了，其实。哎呦，我本来可以黑刷的。
哇，这么近距离啊！